一到星期六日上深圳，唔係吃喝就係玩樂，真係你唔悶我都覺得厭啦。今日一於帶大家睇真啲，睇下深圳有咩好玩。Let's go！ 要睇真啲就梗係要配翻副眼鏡啦。上網見福田口岸附近有一間眼鏡鋪，口碑好似幾好咁，又講到好專業咁。今日一於發揮香港人要求高嘅性格，睇下到底係打手多定真係咁勁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喺福田口岸過完關之後咧，就搭地鐵去石下站啦。A 出口一出，再行幾分鐘就到啦。平時喺香港配眼鏡，款式多到唔識揀。不過呢一間眼鏡鋪唔單止有過千副鏡框任君選擇之外，店員仲會根據大家嘅面型、穿搭風格同度數等，一對一由專人幫你揀最適合嘅鏡框。配眼鏡點可以唔驗眼呢？呢一間眼鏡鋪唔單止配備獨立嘅驗光房，每個客人同驗光師都係一對一，私隱度夠曬高分啦。仲採用日本進口嘅驗光設備，絕對可以媲美眼科醫院嘅專業。加上每一位驗光師都擁有超過十年經驗，驗過嘅眼都可以話係成千上萬對呀。大家可以帶埋舊眼鏡過嚟，俾驗光師檢查一下鏡片度數，再結合視力檢測嘅數據、眼睛同佢等。過程中，驗光師仲會不斷了解大家嘅用眼需求同配戴眼鏡嘅習慣，幫大家揾出最清晰又舒適嘅鏡片。咁我啱啱咧就驗完眼啦，而家咧就需要戴住呢副眼鏡咧出嚟行15分鐘去熟習一下，睇下係咪真係呢個度數係適合啦。鏡框有，度數都有啦，咁係咪就搞掂咧 ？No no no， 眼鏡呢啲咁重要嘅嘢點可以咁隨便噶？為咗確保精準 ，Easy Reach 眼鏡店呢度更配備全深圳只有5部嘅賽斯 3D 中心定位儀 Visual Fit 1000。透過9部高解析度攝影機同 3D 建模技術，配合4500萬個感應點同180度嘅完整視覺，只係需要30秒就可以精確捕捉大家嘅面部特徵，仲可以測量瞳孔距離、瞳孔高度同鏡片傾角，令眼鏡同瞳孔嘅位置完美對準。除咗一般嘅近視鏡之外 ，Easy Reach 眼鏡店仲會針對小朋友、老人家甚至運動人士都有專屬嘅配鏡服務。一家大小都可以一站式搞定，认真方便啦。店内镜片小至普通镜片、防蓝光、渐进镜片，大至驾驶专用镜片、掩饰镜片等，通通一应俱全。全部都是获蔡司、SLU、HOYA 等正式授权，而且售后仲有专人跟进，终身保养不但止，仲可以包埋邮费，一个星期直接送到你屋企。买满指定金额，仲可以参加抽奖，随时赢走蔡司镜片。眨下眼咧，就喺度用咗半日时间配眼镜啦。咁副眼镜咧，唔使一个星期之后咧，就可以直接送到嚟我屋企啦。咁大家下次嚟深圳配眼镜就识拣啦。翻嚟香港几日之后咧，就收到副眼镜啦，即刻同大家开箱。包裹入边除咗有眼镜之外，仲附送一盒一次性防雾眼镜清洁湿纸巾。眼镜做工方面，镜框接驳位置都相当细心。开合眼镜时候咧，稳定性都唔错，唔会棘下棘下咁。果然系兼顾美学同实用。